我半天了，腿部麻吗？你还学人抽烟？这是我的爱，把烟灭了。妈的，谁家小孩啊？手都不看到了吗？咱们把你踹死。哎呦我的妈！子过生日，有这么多亲朋好友一起陪他过生日，此时此刻心里满满的快乐。这位小姐姐练了几年的舞蹈，今天准备给大家跳一段。一男子看见地下有两个纸箱，就顺脚踢了一个，后面男子看到用力的往前跑，也踢了一个。相逢一面就见你一面就能牛肉片和青
奢侈吧，不行拉手，谁听他吧，都是死的。